这个气是贝基塔。真的吗，老孙？你老公啊，赶快去救他吧。啊，你们擅自做了什么决定？不知好歹的背叛者。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だろう。今は一人でも仲間が欲しい。確かに。ベジータならば。勉強可以派得上用场。気乗りはしません。仕方。今回だけは特別。只有这次破例，然后待会又别支，我们又再破例一次，啊，都可以破例的啊。啊，又倒。倒在地上的贝吉塔，你看我就知道。やはり意識はない。失去意识了。それにしても、この顔を見ていると怒りがこみ上げてきますね。佛力扎气噗噗。今のうちに息の根を止めておきましょうか。何を言い出すんだ。話が違うぞ。待て、揉めている場合ではないぞ。来了来了来了。いいか。哦，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强了。你看我一开局，哇哇哇哇哇！哇哦 ！Oh my god， 要死了要死了！换支换支。去死吧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哦，那现在后面这些敌人哦，他们机动性越来越高了，超夸张的。手滑脚，有点难打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哇哦！这一招了，再见！哦，飞高高，用吸乳，用吸乳，太危险了。哎，选错支了吗？哎，会死，会死，会死！会死啊！那我们的悟空，直接放招了，不管了。西鲁来帮忙，快西鲁，西鲁血比较多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喂，哈哈。こういうわけだかんよ。みんなで協力して21号やっつけようぜ。一起解决21号。喂，贝吉塔。啊，傲娇贝吉塔。うるさい。聞こえている。うるさい。問題はそこじゃない。どうやら。まったく。そうだ。やっぱりこ。ベジータとフリーザ。でもよフリーザ、おめえあんまりわがまま言ってて。ベジータ、気持ちはよくわかるが、今は恨みを持ち込んでいる場合じゃない。そうだぞ。俺たちも力が。お前はバカではない。もういいです。分秒必争。好きか。俺だって好きで貴様と組むんじゃない。え、我们可以用贝吉塔了。我要把谁换下来？要把谁换下来嘞 ？It's all or nothing. Fight！ 哎呀，我假！快点！他们现在越来越强啦，好难打、啊，超难打的，只能先发制人了，被他连招都痛的要死。哇，没中 ！Oh my god！ 打下盘，哇，还好这只先被我。啊！打掉了，打掉一条血的，不然的话后面，哇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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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吧，这次应该有中，有。
哇，被他换掉是不是？我这把给喽，睡吧。哦，还好，又解决掉一条了。啊，我的血量超少的啊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哇，没中，这样有中了吧？换西鲁，西鲁，西鲁找上你喽！值的，哎，没有，喂，很会闪哦。可嘞，哇哇哇哇哇 ！Oh my god， 是啊是啊，哇哇，被连死啦！哇，直接被连死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、哦、我、哦、好像不会中哦，有啊，被他挡住了，哎、欸，没有被打到了，去死吧，去死吧 ，Oh yeah， 哦，超危险的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这超级难打，后面超夸张。震怒21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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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21号来了。叮，蜻蜓点水。21号来这里干嘛？真奇怪，找不太到复制人。明明制造这么多，为什么呢？该不会是佛利扎他们？他们全杀光了。因为不让你吃啊！我得趁他们完全消灭复制人之前，做出更多点心才行。怎样？就是不让你吃啊？怎样？不让你吃，就是不让你吃。我怎么感觉这一期拖那么长？哦，变回来了。おい、フリーザ、いつまでこんなくだらんクローン狩りを続けるつもりだ？我们的贝吉塔已经感觉到无聊了。まあ、クローンを倒すこと自体は無駄じゃないだろ。地球のみんなへの被害も抑えられるしさ。だが、元凶である21号を倒さん限り、いつも心配しなくてもクローンを始末し続けていれば、他一定会现身的。必ず姿を現すはず。真的假的？然后等下21号就出现了，刚讲人就到。しかし、その強さゆえ、つまり戦闘力が高いもの以外は。才会成为他历史的对象。我们很厉害，所以我们会成为他历史的对象。他追求的只有优秀的战士。そしてあの様子から察するに、やつは捕食衝動、食うべきクローンがいなくなる。他一定会为了历史我们而献身。私も同じ意見。出会った頃と今の21号短期間のパワーアップを可能にしたのは。まあそれでもあの女は不満だったようですがね。時間大死怪。あの女はいずれ私たちの前に現れ必ずね。21号はどこまで強くなってんかな。ちょっと嫌なやつだけど。戦えるって思うとワクワクすんな。我好兴奋呐！什么悟空？貴様の出番はないぞカカロット。そりゃねえぞベジータ。又来真的，又来真的。啊！猜拳。お前たちに順番など回らん。21号。由我来打倒。俺が倒す。だったらせるよ。那哈哈哈。那三个人来猜拳吧。やれやれ。こんな大変な時に戦う順番でも。为了战斗顺序吵架。いつもながら心強いよ。だがそうと決まれば残りのクローンも始末するぞ。那、啊、这个动画补进来的意思是，现在本来平常跟贝吉塔在吵的，连西鲁也要插进来了。
Ready Go！ 哇！先发制人，先发制人，先发制人啊！不要啊，贝吉塔！贝吉塔不要！哥哥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哥哥不要啊，哥哥！嘿，都踢不到，笑死了！哥哥不要啊，哥哥！哎呀，先把他弄死了！换一下。哇，射好快啊！啊哒哒哒哒哒哒！哇哇哇，被连招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！ 很会挡，很会哦！哇，超会挡 ！Oh my god！ 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他打哪里啊？笑死了！你打哪里啊？炸了你这小家伙！西鲁来了！硬闯被弹开 ！Oh my god！ 不抓抓抓抓！不抓二抓二抓！哇！我抓一抓一抓！哦，超会挡，超会挡！超会挡，拜！啊，手速要比他们快才行啊，不然会鸡鸡啊！哦，到了岩浆了，二十一号非常的生气，我的巧克力，我的蛋糕啊，真的不够，生气了。哇！就像毒品一样啊，没有得吃就暴走。哦呦，生气了哦！啊，敌战士篇应该差不多了，打到二十一号嘛，一样。哦，都到了。最终决战就开始了，敌战士篇最终决战。哼，复制人完全果然不够看。もはや他にクローンの気は感じられん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？最後のクローンだ。啊，最后一个就是二十一号啊。貴様ら、もっと緊張感を持たないか。こいつらに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だ。来了。哇！哇！我把他挡掉了，好帅啊！哦，この私を待たせるとはいい度胸ですね。他很生气，愤怒的二十一号到底打起来怎样呢？二十一号出来了，出来了！ようやく現れたな。哇，一群人打二十一号！あんたたち！哇，很生气！よくも、よくも、よくも！哇！肚子饿才那么暴躁吗？機嫌が良かろうが悪かろうが、やつを倒す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。俺もやるぞ。やつを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けない。やる気があるのは結構だが、突っ走って帰り道に会うなよ。そんな風に言ってんけど。但你跃跃欲试了。当然，连比克也跃跃欲试了。二四六八，八个冲过去打二十一号。这个女人好强啊，要八个男人才能扳倒。哇，我是主角，站中间。やってやりましょう。やってやりましょう。フリーザ様のお力の前にひれ伏せ。この私を。我会向你好好讨回来的。哦，好有气派啊！哇，
这场阵仗有点大哦，不知道打不打赢，感觉很恐怖哎，我的血量，噔噔噔，强攻强攻，哦 my god， 换只，哇哇哇，这哪招啊，妖修，我也来。去吧！哎呀，下面那个四个格子是什么啊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他模仿的招式吗？模仿的招式吗？哇哇哇哇！我变成蛋糕了！哦哦，哇靠，这个血好多、哦！再见了。拜！哎，刚刚被他那一招巧克力吃掉，蛋糕吃掉，扣好多血哦！我的天哪！啊，至少赢了，至少赢了，输了，至少赢了，至少赢了！哈哈哈！啊，终于结束了第一战士篇，应该不会再有了吧？可恶！真难缠，想象中的魔人普乌一样。没有人能靠自己完全打倒二十一号吗？我马上会再生。弗利萨体内的人，你能够同时和我们连结吗？哇，一起连结，你连结啊？抱歉啊，不好笑，很冷。原来如此，大家一起同时恭喜吗？这么方便的事情怎么可能？这么方便的事怎么可能办得到？他是一直说这么不方便的事情吧？稍打一个字。好、哦，布马来了，这个提议我接受，但我会引发综合装置失控，他会让装置稍微失控，是不是？综合之力说不定能超越极限，恢复大家的力量。哦，就是背水一战的赌这一次，虽然装置可能会失控。如果失败，所有人会失去更多力量。但如果不给二十一号最后一击，就只能和不断再生的二十一号永远战斗下去了。赌一把吧。这种危险的修行对象，就算是我也吃不香。哦，吃不消，吃不香是什么？连悟空都吃不消啦。Let's go！ 哇哦，我要爆了！布马，没事吧？哇，哇，失败了！干！我以为会成功哎、欸，剧情不是都这样演的吗？为什么跑到他们身上了、啊？哎，给特定的几格是不是？悟空、比希鲁，看来只有我们三人力量恢复了。啊，我们三个人就够了啦，被稽查去旁边休息啦。嫩，给他最后一击吧。不用你说。别想指使我！拜拜，二十一号，你要再死一次了。啊！谁才是真正的强者？哇，这画面好帅啊！呀！二十一号去了，消失了，结束了，终于，可让大家力量有恢复吗？我的，结束了吗？啊，これで全部おしめだ。これは完璧な勝利です、フリーザ様。当然です。私があの程度に負けるとでも。すげえ！拍马屁时间。喂喂，啊，
にとどめ刺したのはフリーザだけじゃねえ。オラたちも一緒に攻撃したんだからな。ふざけるな。别开玩笑啦。どこからどう見ても拍马屁了两位。你闭嘴，你们两个。何をふざけたこと。开始在争功了，开始争功了。これは私の一撃に。だからオラのカメハメハも当たってるって。まったく。よりによってあんな奴らと協力して倒す羽目になるとは。まあまあ。今は21。享受打倒21号的喜悦。そうだな。ソン、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。做得好啊。俺に力が戻っていれば一人で片付けてやった。为什么这边每一个人都这么傲骨啊？天哪、啊！七龙珠是一个傲骨的代表吗？傲骨的人超多的哎，然后感觉只有悟空傻傻的。それにしても、私の中にいるあなた。在我身体的你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是跟我要跟我告白吗？你在跟我谈恋爱吗？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感情，萌生了爱意？你现在跟我告白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一开始虽然不知道怎样，但这段时间你做得很好哦。就让你当我的部下吧，你这个傲娇的佛利扎，小淘气。那个。まさか不満とな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ね。ようやく面倒な21号も倒せました。终于打倒麻烦的21号了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フリーザ様。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力量和灵魂的限制好像都消失了。哇，这意思是说我们要开打了吗？ようやく自分完全复活了。喜悦之舞。你别忘了，只剩你一个人呢。今は結構です。それよりもまだ大きな戦いが。还有一场大战正等着我们呢。哦，开始要报仇了。その通り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哎，不对，一波已平，一波又起。そうな。也是呢。おめえたちがこのままおとなしく。来吧。消えるわけねえと思ってたさ。孫悟空、お前を目の前にして。このまま。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。積年の恨みを晴らすこのチャンスを。常年的積怨。見過ごすものですか。懲りない奴らだ。また地獄に叩き落とされたいようだな。いい気にな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お、该不会真的我们要再打一次吧。真的要再打一次吗？比克，别太大意。他们的已经能自由使用力量了。なら俺だって力を解放できるはずだ。今度こそ俺の手で倒してやる。また悪さするっちゅうなら、何度でも相手になってやんぞ。何度でも？ご冗談。私が復仇完之后就结束了。ところであなた。你要在我身体里待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对啊，我嘞，我怎么办？如果又打断了我的复仇，会很困扰的。哎呀，我可以把它放出去啊！哎，是，我被放出去嘞，我走了。哇，他可以把我放出去啊！我走了，爱死者消失了，开始吧。あなた方です。结束了，我被放走了之后就结束了。敌战制片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后续的打斗这个都不成数了，就对了。结束了，哇！哦耶，敌战制片结束，所以哦，哦，最后剩下了我们最后的21号生化人21号篇。好，到时候再来玩看看吧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差不多内容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一集开始呢，就是生化人21号篇啊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玄幻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七龙珠 Fighter Z 再见啦，拜拜。